第一步，画面中间画四个圆圈标题框，左侧画正方形框，框上画圆形触角，框外蚂蚁线装饰，框内死角画线。第二步，标题框右侧画长方形框，框上方画房子，外框画不规则线条。第三步，左下角画书，在书的外框再加一条线，增强层次。第四步，右侧长方形框内画装饰。